说了别说龅牙那么难听，打个广告啊，不对，打个广告，看舞蹈就来993，全网既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左上方有一个五星舞秀嗨翻天的预约通知，大家点一下。右下角有一个直播时通知我这个勾，大家点一下。谢枫叶哥，手机用户头顶有一颗黄色的心，大家把黄色的那颗心点亮吧。不热吗？我热，我也想穿那个什么T 那个吊带来着，但是胸太大了，我怕那吊带吊不住掉下来。就穿的有点多，心没了，没了没了，送一送吧。居然说清楚了，对啊对啊，我口齿慢一点还是能听清，能说清楚的。好好一个人被你们活活的变成了大脚龅牙，你说你想象一下，生活中要是有一个这么样一个人，没看见这个脸，看见这个人，觉得他可能就是一傻子神经病。好吧，那我们来跳个舞蹈吧。那我就跳今天第一个，恭喜自己关注成功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争取跳完这个舞蹈，你们全部都被我折服了。New beginning, brave sound and hello Venus. Now we together, let's go.
993，帮忙点点心啊，打打卡，点点麦序一号麦、二号麦的关注啊。啊，今天时间剩余好多啊，然后我们可以那个，聊天聊20秒，行吧？就问啊，你还好吗？几条裤子呀？嗯，3条。现在穿3条裤子，给人家都捂出汗了，都捂湿了。贺振堂，你要死了！你家跑到993来这么说我，一会儿他们都学会的。你给我等着。好吧，好吧，那我们下一个舞蹈跳一个什么类型的呀？下一个舞蹈，以前的舞蹈吧，又不想磕碜咋打出来的，要死了！我跟你说，993这个游客可厉害，他们学什么可快了。你这幸亏你不是皇马，打完之后了，他们看不见，不然他们都学会了。好吧，下个舞蹈咱们跳一个什么类型的呢？第二、第三个，大家喜欢哪一个？扣在公屏上。别人泛舟，我划大脚。你庆幸你离我离得远吧，不然这一脚我就给你钉到你那湖里去。好吧，1、2、3。第三个，那好，听你的，我们就来跳第三个。我可以戴上我的帽子和拐棍吗？我怕我哪去了，在这儿。我怕我一戴上，你们又要说怎么又是这个。但是我这不是刚学会，我不是还没跳够，我这不是想跳吗？好，不太戴上吧。你吃什么？嘴这样，嘴怎么了？嘴就这样啊？那怎么跳一年还是这个？我刚学会一个星期。不要拐棍，要吧。嗯，好吧。这么大的帽，这个帽子大，它每次都会扣到我的脸上。好，那我们来跳这个，别说我啊，别说我怎么又是这个啊，因为人家刚学会。
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还能看着毛呢。这么厉害。好，还有三分钟啊，讲讲清楚。什么讲清楚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好啦，大家选一选啊，下一档我们穿一个什么样的那个衣服，第一个还是第二个？大家选一选啊，第一个或者第二个，扣在公屏上，我们看下一档。好，我们随便扣一下，一二三，谢谢，感谢这个空白哥。第二个啊，好吧，那就第二个吧，那就听你的吧，好吧。好，我觉得时间还有，我们还可以休息个二十秒，是吧？还能休息二十秒钟。汪汪汪汪汪汪汪！超短裤而已，对，我也想换一个超短的上衣，一会儿看看好看吗？还有最后一个舞蹈，咱们跳一个什么类型的？最后一个，大家喜欢什么类型的？露脐，露脐也行啊。拖拉机，对拖拉机不是特别的感兴趣，对拖拉机不是很感兴趣。这个叫露脐写错了，没关系啊，你能看得懂就行了，没关系的，你能看得懂就行，过程不重要，对不对的？哎，没所谓。给大家跳个韩舞吧。找一个这个，加乐林放在下一档吧，下一档跳加乐林，现在这一档不太想跳，裤子快掉了，没关系没关系。